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我是兔兔郎，还有恭喜。我们刚刚说要带恭喜出门，我们今天来哪里？哦，来我妹家。之前呢，我妹还有她女儿就跟恭喜见面过了，只是那时候他们还太小，他们没有办法玩在一起，那就是比较没有办法互动。对，因为真的还小，还在喝奶，小宝宝不会爬，不会翻。然后呢，因为我妹她就是新居落成，然后我就也送她入处里，跟她约了时间，想说孩子们都比较大了，可能有机会可以玩在一起。因为恭喜在保姆家开始会跟保姆其他小朋友们玩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也可以让他跟表妹再尝试见面玩一玩。今天是记录一个他们再次见面，但是第一次可能有机会玩在第一次互动的感觉。那我们就直接上去。好，恭喜你倒是笑挺开心，你已经被妈妈越抱越低了。妈妈真的觉得有点重。Hello。什么意思？你哭得好大声呢！来抱吧，芊芊，好可爱哦，恭喜，好棒哦！交换抱抱，要不要交换抱？完蛋，等一下可能要抱哭。我先说，恭喜没有看过我抱其他小孩。哦，那怎么办？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就试试看啊。就试试看吗？好啊，那恭喜，来，你先坐在这里看好不好？没关系、啊，你用坐的。可颂也没看过我抱其他小孩，来。啊，怎么了？妈妈在这里啊！哦，好了，已经要哭了。啊，来先妈来。好，来，你再坐下来看一下。来，好，速度快，速度快，速度快，速度，速度，速度，来，赶快交手，交手。你们好棒哦，你们换好快哦。怎么一回事？不要哭！这次还要哭？好棒啊！场面好棒啊！太疯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在这里。这样握手可以吗？可以吗？开心对不对？其实蛮好玩的对不对？好像有哎，这样抓。这个哥哥好像很大方。对呀、啊。哎、欸，很开心啊，可是很开心、啊。可是很开心。啊，开心了。好开心哦。小小的破冰。怎么这么好笑？对啊，你怎么这么快乐啊？你这样是逼妈妈再生一个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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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的小手，友谊的小手，牵起来了。啊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哎呀，妈妈觉得要拿一下手机才行。这是什么可爱的画面？这一切可以再更可爱一点。可以再更可爱，小乖。他是在表演，他在表演。可颂在观察，他在游泳，好开心啊！他在游泳，他自己很开心，什么都对。你其实喜欢跟小朋友玩，对不对？而且丢下来了，这是要游去哪了？小朋友玩就是这样，各自玩，玩不在一起，会一直转头来看妈妈，就是很混乱。像比如说刚刚妹妹在哭的时候啊，我就会转过看，她就是看而已。啊，你在哭啊？因为像可颂也会一直看恭喜，好有趣哦。他们爬都是往后爬，刚刚小朋友在前面，有没有？他已经越来越后退了，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恭喜。各自玩一本书好了，好不好？阿姨很认真的在想活动，我快要疯了，变出两本书了。哇，这个书跟家里的长得不一样呢。哎，可颂怎么一直看这一本？你是想要这一本是不是？我觉得这本比较好玩，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哥哥交换？要吗？要。有。哎呀，给你，给来，跟你换，来给你。给你，对，又觉得这本好玩了，是不是？小朋友现在的游乐时间就是各自玩各自的书，他傻眼的看着你，他
他傻眼。我其实也还在理解这个时期小朋友的互相玩的感觉。你有什么体悟吗？好累哦。我们现在才过了15分钟哎。你说你观察到小朋友现在就是互动是怎样？各自玩各自的。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样小朋友没有交流到，我觉得他们有，我可以感觉他们有，他们会观察彼此，就像刚刚可颂会看到宫崎，我觉得你那本书比较好玩哦，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心的小九九。恭喜啊，要温柔一点哦。我吐奶了。他们两个有在讲话哎。哦 ，no， 恭喜啊，要轻一点，轻一点。这个你很棒。嗯。掉出场外了，妈妈把它放回去。妈妈，这个画面快要不能用了。有了，这样可以了吧？好，可以，可以，可以。好温馨的画面哦。你觉得有什么感想吗？就身为一个摄影师，刚刚进来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混乱，在每一个互动里面，我都试图找到一个主题，例如说，哦，这是他们初次见面，哦，这是破冰，哦，这是他们第一次互动，脑袋很忙，然后手也很忙，这样。你觉得这样对于生第二只宝宝有任何关联性的想法吗？完全不敢想。可是你不觉得他们互动其实蛮好的吗？哦，但很可爱，你会觉得好像他们也很期待有另一个伙伴的感觉。讲这种话。你看，可颂其实一直在观察。哎呦，分享玩具耶！会分享玩具啊，然后会讲话，是给你，给我。准备好了吗？有，准备好了。来。大家开始各自玩球，好开心哦！我觉得可颂是慢热型的，他就是一开始可能都会比较怕生一点，过了那个破冰点之后，他其实是个也是社牛来着，就是很爱笑爱讲话，就会观察，一直主动互动。啊、哇，还有音乐，前面摸的都有哎，他很喜欢的。就摸一下就会有声音，很酷啊！你玩得比他还开心哎、欸，他也在跳呢、欸，哥哥，他有在跳呢、欸。人家小朋友是充满活力，那看起来像老人复健操。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我快疯了！赞赞赞！转转转！转转转！啦啦啦啦啦！他边喷好多！哈哈哈哈哈！好疯哦！现在是休息时间，让机器人整理一下，然后这个妈妈在剪指甲，那个妈妈在哄睡，小孩有点累了，这是一个中场休息。这一台就是我送我妹的入处礼啦，是不是很漂亮啊？最喜欢看她辛勤工作的样子了。我妹她新家落成，有小孩，有宠物，所以我觉得扫地机器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iRobot Roomba Combo J9 Plus 扫拖机器人，黑色的，它这个有个木纹饰板集成箱，真的很棒一点是它是侧开的。你上面如果刚好有柜子或是什么，它其实不妨碍换水，跟它这个集成袋在这里。里面它有一个3公升的超大的水箱，装满之后会自动帮扫地机器人补水。它集成袋也是这种超级厚的，懒人的话大概一个月换一次，补一次水都 OK。其实你要做的呢，清理这一块，拖地布弄这一块就好了，我觉得很方便。我不太懂哎、欸，怎么会拖地，但是布又放在上面？这什么意思？这样拖地完之后遇到地毯，它就会这样把它伸起来收到上面。它就是有个手臂，收下来擦地跟收起来，备用品就可以放在侧边。冰箱的概念。AI 避震我觉得是必要的，比方什么袜子啊、衣物啊、玩具啊、电源线，它一定要避震，要不然给你这样碾过去，然后小朋友抓起来吃，想想就很恐怖，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如果说家里，比如说晚上才扫地，像我。睡前，而且还会把灯真的关暗暗。对，我就是关暗暗的，因为宠物也需要休息。昏暗的角落啊，艾罗巴他自己有灯，他有探照灯。
你好像灯笼鱼哦。对哦，自带补光。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更厉害的，辨识宠物粪便。有一些人很惨，就是带着大便拖着人家，像这一台就是多了宠物粪便的识别。大家都知道毛发缠绕的问题，那现在这一台 Roba 的话，它是用这种双胶刷的部分，可以减少毛发缠绕的问题。 J9 Plus 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就是模拟真正在拖地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加压力道的拖，做菜或是什么厨房可能会滴到一些酱油啊，或者是有颜色的水啊，加压力道的拖地，震动模式的拖地，我觉得就可以有效的清除这种顽固污渍。中场休息时间加了喝奶场，宝贝，要补充体力，他刚玩得好认真，我刚给他跳舞哎、欸、啊，因为这次还没到喝奶时间，所以他妈妈这样把他转过来，不要给他看到人家来喝奶。好温馨哦！喝完奶奶继续吃苹果泥好不好？来啊啊啊啊啊！嗯，妹妹想睡，两个眼睛都不太愿。那这样哦，想睡觉哦，想牵姨姨手是不是？你全身都软趴趴的哎、欸！哇，这一支影片终于到了结尾。其实我们拍的时候是非常的劳累的。对，我觉得小朋友玩得很尽兴。现在两只都差不多要没电了，一只已经差不多要睡，然后一只就是有点我觉得这个新家很棒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客厅空间，而且它采光很好。我觉得太阳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整个装潢也很舒适。我送我妹的 iRobot 扫地机器人，我觉得非常适合她的家。 iRobot Roomba Combo J9 Plus， 其实我觉得它的细节做得非常的好，很有质感。我真的很喜欢它的侧开的功能，我喜欢它黑色的这个外观，而且上面还特别搭一个这种木饰板，刚好很搭他们家的地板。妹妹，我很久没这样叫你了。我很久没这样叫妹妹了。这一段时间最有感的心得，减少毛发缠绕的功能还不错，我很常掉头发，然后小孩也很常把我头发扯掉一些。听起来怎么变很暴力的感觉。用它扫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扫起来很干净，清起来也算蛮方便的。我觉得啊，立刻上演一段是不是？好痛哦！哎、欸，它长牙咬人超痛的。它咬你哦？它咬我啊！家里有养长毛动物或者是长头发女生，一定很有感，尤其宠物，就觉得说你已经全自动，我却还是常常要去处理毛发问题。对啊，要去拯救你，这件事情就有点累这样子。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现在有母亲节优惠，我们把资讯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恭喜你今天玩得开心吗？整只快昏倒了，我觉得真的有够累。可是我看他们玩得很开心的样子，我就觉得哇，好值得。我就觉得再累都应该要安排时间让他们继续这样玩。我也感受到妈妈们聚在一起的那种话题性很常会互补彼此不知道的讯息。你跟你妹话题已经彻底改变，我觉得我冲击好大、啊。你说从以前看我们讨论少女的东西，到现在讨论小孩的用品、啊，对啊，就很讨论电影啊，然后讨论游戏或者是什么东西精品啊，对啊，然后就是现在讨论说、哦，我跟你讲可以买这个书，我跟你讲那个什么尿布很好用，啊、我跟你讲那个副食品，我觉得我在旁边看觉得很冲击。那书哪里买的？立刻被推销。它总共几本啊？就买个几本给他吧。你这个妈妈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没有，这是书哦、okay, 这是书。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想说拜拜，恭喜，拜拜，拜拜。可是我已经睡了，昏倒。准备好了吗？准备出发。好，你就这样游过去吧。